所以不要小看中国的文明的深度跟它的广度，人家就半部《孙子兵法》就可以打胜仗。今天说实话，亚速营打得不差，不完全是他的战法，他有。俄罗斯情报单位，我对他们的理解啊，应该是都有一些掌握了，早就有了啦。我认为他们早就有名单了，那现在是在对了，看看是不是你啊，掌握一些资讯，然后来套话，套话，然后说你说谎，这个他会心慌了，对，那这个就是有点心理作战的味道。